就请咱中华诸位同吼，不仅中华诸位同的同事张继伟吼，张堂主，还有请张堂主来听咱公布官位吼，为什么他们吼？来宾请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的冠云公主哈，与各位中等喜表哈，那呢就是。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高兴哦，我们沿途来的时候还在下雨，下很大的雨哈。那到这边的时候，就看公主把这个移开了，那个真的雨过天晴哦，雨过天晴哈，雨雪蒸发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哈。那听到公主在讲，我就会想到我们龙华慈惠堂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寺庙登记了哈，就是，所以这个刚刚范教授在讲的这个过程，我们就是这样经过的。这根石榴哈，一契合不是刚建筑物契合那了，一起承认你是建筑物，但是还不承认你是寺庙，还要一个寺庙登记，所以要层层关卡，还有阴暗在那等，还作为证件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大家同心协力。那我相信冠云老师哈，他的智慧 OK 的啦，各位在看讲切地切百几地呢，这天都去做中介了呢哈。没有，真的很辛苦，好好派人做中介。那契约有什么情况？契约跟契书不同款，契书会使有股东，契约袂使有股东。契书会使有预售屋，契约袂使预售的。所以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法规，他什么都要，什么都要具足，所以真的很辛苦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慈惠堂建造了之后也是，就是说不能登记在我们。就是要登记在这个庙的，我们只是管理人呐，那不是拥有者，所以有什么 keep 这样的情况，又不是自己的，这就是一种使命感，那你这个世间要完成的一个功课啦，那你该完成的书联要该做好安尼，所以在这边哈，期待中呢，各位长官还有我们冠云公的贵人哈，继续给我们的冠云公主还有冠云公哈。来加油支持鼓励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祝我们的冠云公党破了后根深叶茂，地灵人杰，幸福扎贤，谢谢谢谢。感恩咱当今中华何必不觉中华诸位同哈，张敬伟张堂主哈，为咱带来祝贺非常的感恩哈。